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姐，现在是6月27号中午1点钟，我又到楼顶来看我的多肉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是火辣辣的太阳，刚才给大家看的都是我在还在露养中的多肉。哦，要说一下今天的气温高达37度，我楼顶这时候应该有40度了哈，但是楼顶有风，风还是可以的。这些多肉还在露养中啊，温度非常的高。这我旁边的这一台呀，它虽然有上面有遮阳网啊，太阳还是会射到照到的。哇，好热，好热啊！没有，我说你指着斗笠怎么行呀？因为没穿一件，我拿不上来，要给他那个喷水。来看看这一株都晒都在边了，都晒焦了。我今天用3针的，我看一下多肉，看一下多肉，大家看一下，哇，太厉害了多肉！不能浇水啊，不能浇水，大家，我特意还跑到楼上来看一下。这一台上面葫芦瓜没长过去，就是塑料薄膜遮一下，塑料薄膜可能也会挡住一点阳光，因为塑料薄膜了，那可能就是正中午会热一点。好热，你看我老公就这样，你不能用这个，那个没用，一直讲的那边的月季呀、啊，这个可能不要喷啊，你不要用这个喷嘛。哎呀，你看一下，好热，好热，真的，非常的热。过去看一下太阳花开多少，今天的太阳花也不行了。来看一下，我去年太阳花很漂亮啊，太干了。拿过来这边，我自己弄，你撒去哪一把嘛，关小了。这个。今天的太阳花没开多少。都晒焦了，太阳要对着这样，哇，这太阳太厉害了，又干旱啊。要对着啊，对着浇啊！哇，这真又，前一段啊雨太多了，现在干旱了，干旱也没花啊，大雨也没花，是不是？这个自己只要保命啊，把植物生存下来。真正下来大雨的时候也没看见花，保命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还不知道保命，我是说这个意思。你这湖州的这个南方的种植物啊，就很难很难的。哎呀，我们楼顶风还可以，主要风大，这个没风都不行了，我跟你说，没风都焦了，都焦了，晒焦了。这这株啊，一片啊，都晒焦了，完蛋了！
或者中午的时间叫你去那边湖晒焦。啊？没事。应该没事哦。没事，有水都没事。哎，这个锅长了好几个哦，啊，这好像也跟这个一样的，不一样，这个是长的，长的我看也是短的，嗯、你看看一样的、嗯，也是黄的。我记得买的时候他说长的，你又被骗了你。这个土太小了哈、哦，嗯，土太小，土太少，土太少，但是土放太少，嗯。我那个草啊都晒死了，草啊，如果没浇水，草先死啊。我长了没有？茶花开的很多哈、哦，我们的茶花。茶花开的。嗯，茶花。这个土头太多了，要掰掉一些。让它都开出来了。嗯。让它都开出来，这么大的棚。这么大，你一个头那么多，你怎么开锅？那就开小一点，一朵一朵。哦，好。哇，一整桶的水没了，一整缸的水没了。真好，很厉害，高温真好。好分蛋。温度大都完了哈，温大温度没那么高。这些都浇透了，没事。这些今晚再浇。没错，这些没浇了，我知道。早上都浇很透。在这里吧，朝那边，朝那边，朝草莓的位置啊。嗯，关掉你了，可以的，不要关掉，很近，不要关掉。